小林哥，我是有意思。天照打一個雙拐，就是在武俠電影裏面很少人肯敢去度一個雙拐，因為是很難拍和很難打，因為實際他都練了幾個月。我戲裡面是打這個雙拐，然後是鐵做的，打起來其實也有點難度，他們說都拍出來 還挺好的，那希望這個就可以退休了。不是不跟我練好不好沒有關係，是大家配合，还有他们套的东西也 很好，很好看，很舒服，这样，所以 很幸运 有这样的团队。人家请我拍这部戏，碰巧人家请他拍这部戏，那就是叫刚刚好。就很像我说的，爸爸就很懂每个人的东西，还有就镜头方面，没看过有人可以用镜头就拍出的东西就那么有力啊，或者帮助每个演员或者每个动作，就没想到原来爸爸真的是那么厉害的。现在才知道。我给他打75分，他的身手啊，他的动作都是那么灵活，你知道吗？可是在演戏方面他还是嫩，因为我没有真正去教过他。我希望我将来有机会教他演戏。我想每一年的影帝不是那个刘青云，是他。